关注最新流行资讯，南加州高人气的日系彩妆跟药妆店高岛生活馆最近选在圣盖博士盛大开设了旗舰店，第一天就吸引了上百位民众来抢购日本的最新商品。看工作人员补货，忙进忙出，就怕动作太慢，来不及应付人潮。还有结账人龙长长一排，还没消化完，人潮又一波波的来。这就是高岛生活馆圣盖博旗舰店开幕第一天的热闹景象。刚好这个洗面奶也用完了，就过来看，正好有一个这个促销活动，看到这个资生堂旗下的一个产品。这个是那个 Kiss Me 的眼线笔，然后就是说可能防水啊一些。沐浴乳的补充的那一大罐，然后现在才1块钱，一买就是好几袋。消费者不只要抢开幕限量好礼，更是冲着独家日系品牌而来。拥有高知名度，来自日本的实则研究所以小苏打洁面粉红遍全亚洲，如今独家引进美国，一样是热销商品。我们卖他们家的东西有10年了，然后刚好今年是他们这个品牌，就是毛屑福祉的品牌成立10周年。对对对，一直都卖得很好。不好意思啊。除了主打洁面系列，实则研究所新推出的保湿面膜更是经常卖到缺货。客人使用完之后，他们都觉得补水效果特别好，而且不会太黏腻啊。然后面膜的纸的质地也很舒服。不只看重肤质保养，流行彩妆也是年轻女性的最爱。我们就用干燥玫瑰的酒红色，利用笔刷把眼影刷上眼窝。知名的彩妆大师 Kevin 网路示范画出今年秋冬最新的干燥玫瑰妆，用的就是开价彩妆的人气。Can make， 还有它就是流行度很高，每一季每一个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出新的产品。Can make 的话，它在日本的话就是属于一个家喻户晓的彩妆国民品牌。那它会这么有名呢，主要是因为它的产品的品质很好，然后 CP 值也高，颜色多，品相多，打开知名度。日系品牌 Can make 更以棉花糖蜜粉饼的柔焦妆虏获少女心。不过消费者讨论度最高的竟然是，不是去年的，是2017年新兴的修腾腾，这个这你没有看过吗？在网络上面，这是什么？我今年才听说它非常红，它非常红，现在台湾基本上已经卖到缺货了。它这个状况，女星上谈话性节目大推1分钟面膜，不仅在亚洲掀起抢购潮，现在也成了店内的一大亮点。本来还想说哪边有卖，然后今天就看到，所以就买了一个。这个是那个早安面膜，然后说是就是敷了之后可能早上就是比较步骤简单。因为我们主打日本的彩妆啊跟美容产品，所以基本上我们一定会有一些比较独家的，或者是说你在日本买得到但你觉得在美国好像买不到的产品那一种。以中低价位满足消费者外，庆祝开幕20周年，现场还开辟体验区 Beauty Lab 乐活体验馆，给民众最真实的感受。因应我们客户需求还有市场需求，就是说有更多品牌要进来，再来我们也希望就打造一个让客户可以亲身体验我们所有的不管美妆啊或美容的产品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决定就是把隔壁也顶下来，就做一个扩大，就在原址做扩大这样子。对，看好日系美妆产品持续发烧，高岛生活馆引进畅销品牌以及网络热搜商品，也将带给民众日本零时差的流行体验。以上是东森新闻彭迪罗瑞琳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